快擦了，别哭，别哭了，快快快！这得感动啊！喂，是宋小宝老师吗？对，您是钱老师吧？啊，是我是我。啊，我是娃老师。啊，娃老师，您指示。那个你在哪个景区呢？是在沈阳吗？没有，我在河南。啊，在外地啊。嗯，我寻思下午四点到大东那边有点事儿，让你配合一下呢。嗯，咋说吧？就是那你不在沈阳，就没咋说了，没法咋说了。等哥回去的呗。那行了，哥你玩吧啊。那行了，好了，好嘞，好嘞，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那我再打一个吧。那我就随便可以找一个我自己朋友是吧？喂，我这是贾冰老师吗？啊，嗯，我想求你点事儿。你说呗，咋的了？现在在那个录这个节目，是有点像那个往出推人那种，我也不咋会玩，完了让这几个小子第一轮就给我推出来了，推出来现在人家两两组合，我现在就落单了，说那个让你过来，不是、啊、说让找那个最亲最近的人。我说那在沈阳新民那块儿，我只有一个老乡，那就是贾冰啊。完了，完了，对啊，我找我大哥呀。那但是这个电话我是不是白打了？没白打，没白打啊。那我接那家。你不是接我了？你下午四点能来大东不？我给师傅他也都打完电话了，师傅在外地呢。哦，那我也在外地呢。你刚才你还不说在沈阳呢？行，我过来。你几点？你下午四点能过来吗？下午四点呢，那我想想办法呗。你过不来，你可告我准信啊！我这可真不开玩笑啊！你要能过来，我可这边就不找别人了。哦，那你琢磨琢磨，你觉得我能过去吧？你瞧你这话，你这都两面，你是双子座吧你 ？A B 型血。那你倒是能不能啊？不能我就找别人了。你求我门怎么你还这么洋门呢？哎，有门啊、哦！你听见没？这导演组现在已经兴奋了。那你就过来呗，到下午四点。我去、啊。妥了，妥了，那我就不找别人了。好嘞。好。嗯。这不好起来了吗？啊，这啥力度啊？你说这人脉，这想不出来都不行。那就这样吧，好吧。就这么定了，下午四点啊。但他能不能放我鸽子？这小子说话没准儿啊。明天是根哥的生日，我想祝那个根哥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，哥！提前祝生日快乐！哎呦，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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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啊！啊，这是谢谢。哦，太感谢了。谢谢。哦，太懂了。谢谢。哎，还有，感谢。哇，节目组太有心了！哎，哎呀，快快擦了，别哭，别哭了，快快快，都得感动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感动啊！